没规矩的东西，原来你喜欢这些。Don't flirt with him. I'm not going to. Fucking hell! 思思姐，你看这个小奶狗是不是超可爱？你喜不喜欢？确实挺可爱的。哼，小奶狗。小思姐，我给你煲了汤，喝点吧。先放着吧。好，你工作也挺累的吧？我给你按摩。哎，没事没事。沈墨，你住手。小思姐，我晚上给你买了电影票，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。我有事，先走了。小思姐。这不是万总吗？要不赏个脸，晚上一起去吃饭呀？没空。放开，不然我报警了。干什么呢？哼，我的人你也给撞了！我万总这么久的钱，还是全他妈的给你翻了吧！滚！沈墨，你还以为姐姐是我小奶狗？当有人碰了你喜欢的人时，对，就是他们进入一个过程。玩个游戏，我说一句话，回答我几个字。别紧张，放轻松。你是什么心情？给你十秒钟。追求者，哼，我今天就去混。小七，晚上一起吃个饭吧。走吧。真想约我姐，必须给她点考验。谁告诉我姐爱吃小龙虾，只会投其所好？我得想个办法。老板，那桌的小龙虾改成变态辣。我装成服务员，给他们上菜。我来。坏了，不会看出什么了吧？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服务员，这口味不对，麻烦再换一个。还挺细心，有两把刷子，我要算很糟了。帮我个忙，把那杯水洒在那个女的身上。来了来了，王者初级。这无形中当了一把助攻啊，最后一次一定要成功。妈呀，差点被发现了。哎哎，人呢？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一路跟着我们？报警吧，小七。不行，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危险危险危险。小本，怎么是你？好久不见。看到我出现，你永远是我的宝贝，宝贝宝贝，宝贝宝贝。